大家好，我是 Money Scan 口袋风之谷的羊，也是巴哈精华组组员。今天带来一部算是给新手们如玩口袋风之谷的一些基本概念。然后今天先介绍烈焰巫师。烈焰巫师呢，它是主要就是智力为主，敏捷为辅，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力量特别高。然后现在180都是非常简单轻松的，所以没有任何压力。再来这些先晚点介绍。装备部分应该其实装备每个职业都一样，你就看怪物竞技场来，怪物竞技场这边上面这个门，这个门，对，啊，网路超慢的。最近伺服器都在不稳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其实装备你就看竞技场，第一名、第几名，他们穿怎样，你就跟着穿怎样，算是一种不容置疑的高贵。像他们穿这样，每个职业都一样，你就看该职业第一名穿怎样，你就跟着穿怎样。老实讲，真的很盲目。然后这个是武林，台版也有的武林。武林呢，其实巴哈本身也有多刷或者是建议部分，但是现在对我都没在打。然后先来介绍商城，商城呢韩版其实算是很好，因为它都很便宜，糖果又好拿，一个百大工位，一个月。打30间，你就有2万，投资报酬率非常非常的高。来，首先这个都叫脂肪，它是增加装备属性，来像是武器，下面这个紫色的，有没有紫色的？它都是脂肪下去造成的。你一个装备最多洗2个紫方，然后2个绿方，绿方是再加下面这一个，最下面最下面这个粉红色字都是绿方，然后这个叫蓝方，蓝方就是洗刚刚我们紫方它造成的数值，然后可以无限洗，蓝方是可以无限洗的。然后后面这个红方是洗绿色方块的数值，然后你要一定要用完6个紫方，你才能用2个绿方，这是一定的，所以要记得先用完它，用完紫方再去用蓝方，然后洗紫色的数值用蓝方，洗粉红色数值用红方，再来装。卷轴部分，韩版比较特殊，就是它不会爆，所以就是上面这个是一般我们俗称金币卷，金币卷它就是数值，成功几率一般般，有时候你运气好，有时候你运气差这样子。然后这叫糖果卷，很贵，可是成功几率超级高。再来这个叫做裁缝机，上面这个叫金币裁缝机，下面这个叫。通过裁缝机，2个差距就是在几率，合成我们时装的几率，时装，然后点左边这个钮，然后可以选择跟别的装备洗，啊，今天先偷偷洗一下，我们来洗鞋子，来，我们点一下左边这个钮，然后再点右边点一下，然后这时候如果选右边。那按下面啊，下面这个是这期的时装，就是你合成的话会刷到这些，然后绿色装备永远是我们最高境界，就是最想刷的。好，再来点上面这个钮才开始，好，不用管它，只按确定。啊，出来了，这是套服，然后上面这个红色字这边是写性别。然后这个是防御，这个顾名思义就是敏捷。
然后下面这个什么四什么的，然后下面有写数字的，这个叫做套装效果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套装效果。以我身上帽子，帽子是130梅斯特装备，它下面就有四加四件的话，抽到四件会22攻，然后套装是抽到四件61攻。武器的话是抽到2件，主副就有2攻，然后副也是2攻，2件就86字，然后它是分别算，所以是86加86，一共有172字的加成。然后最下面这个你一定很好奇，来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宝石，啊，按错了，这个宝石，宝石系统是新开的，所以小弟也还在研究。然后再来技能方面，烈焰今天就不多做介绍，好，继续介绍糖果店。好，刚看到裁缝机，再来这个是天破的造型，这个是时空石，可以类似 PC 版的瞬移石，这是广播，台湾人应该用不到。然后这个什么是剪刀？那我们来看看，像我身上可能只剩下这件跟这件可以剪，那我们先剪剪看。当上面出现一个，就是可以剪刀的时候，我们点剪刀，点一下，然后剪要的装备，然后按右边，它就会选，要不你要不要剪，按这种按确定，好，这样就可以剪了，然后剪了之后就可以放交易，这个等下再介绍来。然后这个叫时尚箱。就是开点装的，哇！我们今天大手笔的给他开个十箱，哇！好，先来开一下，这边，哦，红装最差，红装，我被烤啊！有没有听到我已经擤鼻涕了？全红的运气，不会说了，不好了，玩2年都不好了。啊，这时候只好把合成2件红装。啊，网络挂掉，网络挂掉。好，不喝了，我 QQ。继续介绍，好，再来这个是宝石，开宝石甲，就是怎么讲，这次开放的新宝石功能，它要用这个去开旧的装备，你新的装备打出来的都会有开，已经开了，然后旧的装备就是一定要用这买这个去开，好，然后在这边都是宠物，来看看数值。28粒，25字，25米，25性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属性也不重要。我们呢，玩家重点就是要放在这个，这个数值叫做攻击，10趴旁边这叫攻击，攻击乘以趴数非常有用，就是不管你是小只。大只还是什么玩家，你一定要用到这个装备。还有更好的，就是人形虫。好，人形虫之后再介绍。然后这个是暴击伤害，注意注意，这个也更重要。暴击伤害真的很重要，没有在骗大家的。暴击伤害真的很重要。然后这边是这个是经验虫，给虫吃。这个是进阶虫。顾名思义，就是你宠物经验满了，然后你要买相对应的，像这个是1升2，2升3，3升4，4升5，5升6，你要买对应的进阶虫，
去把你的宠物升级。当宠物升级，它会出现这样子，10+4，然后下面还会有随机数值，4%就是我现在3星锤，它加4%，然后这个是进阶种，就是它加4%，然后变成全身暴击就降四，全身暴击加14%，继续。啊，这边是时装，然后这后面几乎都没什么，这是坐骑，然后这些都是防，会战防守宠物，然后这个是，这是所谓的五千堂，五千堂是我们基本日常任务，就是等一下会介绍日常任务的，然后这个是一般的抽象，不要抽这个，抽这个。没有，然后这边是抽宠物的，这边是抽什么？啊，没有，这边抽，顾名思义，右边会抽比左边好，然后左边下面它会显示出有哪些，右边也是，然后上面会有阶段，有没有？就是你抽出来会有阶段，然后这个是买副本进，副本进。然后再是经验加倍，然后最后是感应卡，再是介绍装备部分。首先我们先看到，第一个是熟练，熟练度，一般来讲0.6熟练等于1攻，然后下面是防御，防御现在防御变重要，第一排的叫做暴击伤害，第二排是魔力吸血。吸魔了，然后第三排是加敏捷、加幸运帽子部分。第一个是下暴击率，现在暴击率变非常重要。然后一样是防御，然后暴击伤害、肺属性、力量、熟练、吸血，这个 HP 吸血，这是吸血攻击数，这是攻击。下面这三个字的是攻击。然后3、4个字后面是6的，这一个叫做攻击速度。然后再来是衣服应该也没有障碍。武器应该也没有，因为其实最主要一部分就是暴击伤害跟熟练，那还有你的吸血吸魔，你的吸血吸魔、暴击伤害、熟练，这些在后期的披风都相当有用。然后再来是全职业。共通的就是腰带，像烈焰是主智副敏，主要是智力，副属是敏捷。然后像其他职业几乎都是主要是敏捷，然后副属可能就是一般 PC 版的。然后像精灵游侠就是主要敏捷，但是最重要就是大家都很需要攻击，所以像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会推荐大家在这边老头部分。熟练冲到300之后，在中间购买，购买照相，购买我们所谓的梅斯特饰品这个，因为它凑齐三件，攻击加非常多，31、42、73了，再加一件，73+47，很多很多。所以我们会非常建议新手饰品先做，然后武器可能130的时候先用130-5挡着用，然后其他装备先搞好这样。所以饰品非常重要。然后如果你要知道怎样抽熟练，我再帮他有整理一篇关于熟练的文。好了，其实是总心得，然后里面小屋有我抽熟练的，再是拍卖场部分。第一个是天魄，恶魔。第二个是恶魔，再来，鹦鹉的短刀，主物哦，这是主物。然后这是副物，然后这是凯撒。这些其实你在巴哈都找到机甲，这些你在巴哈都找得到。然后杰诺啊，精灵。
月，夜光，烈焰，最后一个就是坎内西斯，然后这边都是仿句，其实你点下去一目了然，肩膀啊，然后再这个是药水，攻击药水，这就是那个像什么，180秒内加20发功，它一直这样子。其实这个在工会战斗之后，他会给的礼盒，这个礼盒就是为什么我们工会战有两个好处，第一个就是每个打30天之后，百大工会领到20000塔，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每天打完3场，赢3场，他就会给你这个礼盒，抽抽看，礼盒东西很好。对小资玩家也非常好，有没有？随便出现一个蓝紫方，糖果卷，来吧，顺带一提，糖果卷会加基本数值，目前知道会加很多，像我有250、100，原本是用糖加的，它就已经加用糖果加，几乎加的数值已经到顶数值。顶数值的武器算是非，不算稀有，但是也算是难得一见。可惜就是充完没多久之后就遇到180新 M 出现了，哇，跑好久啊！其实今天讲的内容大概都在巴哈找到，啊，我没有在推销啊，断线。其实，在巴哈都找得到，因为最近其实巴哈变动蛮大的，像板物啊被踢，然后我自己当上副版主，然后最近明天要加第一名工位，所以我个人觉得最近巴哈版可能会变比较多一点。哎，这边教一下大家怎么加好友，点香菇。然后给它跑下，然后这边其实都这些边好友列表，然后这个点下去就知道就可以打名字，然后加好友，然后这边是加你的人啊，这些都不认识算了，这边是加你的人，所以你就只要把按下圈圈确认就可以了。好，今天先到这边，影片有点长了，谢谢大家。我之后会再发布新的，希望大家能多多观看。这部影片也会在巴哈还是其他方面，我会尽量多多宣导。好，谢谢大家。